关心气象，今天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明显变天了，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变得更凉了，低温会到21度左右，而白天的高温就23度，再加上水汽比较多，所以整天都是湿湿凉凉的。另外，花东的低温是22度，高温是27度，中南部低温22度，高温只有30度，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再看到的是降雨方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还是在迎风面。比较影响大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宜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整个东半部地区也是水汽比较多的，中南部是多云可透光的天气。最后是气象小叮咛，要提醒大家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风浪明显偏强，沿海的空旷地区容易有强阵风，所以海域活动要小心安全了。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